过了乐坛半壁江山的节目。这不只是一场关乎声音的终极对决，也是一个证明歌手存在无限可能的神奇舞台。从这些唱将的嘴里能够唱出不一样的韵味。三面未见面歌手将在今晚显露真身。到了盛典，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回自己，然后好好的唱歌。今晚注定是一场惊艳绝伦的视听盛宴。每一位唱将在这个舞台上面把他们最美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我相信今天晚上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享受。蒙面唱将猜猜猜，年度金曲盛典即将开启。年度盛典倒计时300秒。本节目由蓝色经典梦之蓝全程互动支持，打开微信摇一摇，猜蒙面唱将，赢梦之蓝好礼。中国梦，梦之蓝，为了梦想。斯柯达蒙面唱将猜猜猜，精彩稍后继续。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提示您，精彩继续。蒙面唱将猜猜猜，由实在不简单的斯柯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传承百年的布拉格设计之美，斯柯达带你唱响不简单的一路，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本节目由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特约播出，参与屏幕下方最新活动，天天有机会领取清嗓礼包，雾霾天就喝金嗓子解渴更清嗓。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海澜之家时尚大衣系列全新上市，三元冰岛式酸奶，更多30%蛋白质，能量开启唱将之战，即刻打开支付宝电视红包，领乐视商城超级好礼。手机下载乐视视频 APP， 随时随地观看节目精彩内容，更有独家花絮抢先看。金曲盛典看点大揭秘，世纪大谜团今晚即将揭晓，阿凡达妹妹究竟是谁？海阔天空，狂风暴雨以后，这位能轻松驾驭各种唱腔曲风，并不断惊艳我们的阿凡达妹妹，成功引爆了全民大猜想。她声线变化多样，被网友夸赞为80万禁军总教头。阿凡达这种全能型没有破绽的歌手是猜评团的天敌。今晚史上最神秘的蒙面唱将震撼来袭，他到底是谁？我娘带不动。最后一只恐龙，我越想越觉得他应该就是我猜的那一位，因为大家都说他是老师，老师会不会他姓施呢？年度盛典倒计时200秒。爱嗑瓜子的猫的身份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他到底是不是你心目中想的那个人？没有到揭面的最后一刻，谁都不敢打包票哦。年度盛典倒计时100秒。金曲盛典即将上演，活久见世纪大合唱，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金曲盛典盼来了。已经揭面的唱将会重新汇聚到盛典的舞台，你们将看到原唱与原作的神合体，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活久见系列。神秘大咖嘉宾空降盛典，意外惊喜引爆全场。金曲盛典怎么少得了歌坛大咖的强势助阵？听说上一季的几位歌王啊，这次又要回来了。说实在的，时过一年了，在我心里面还是余波荡漾。但是你们回来，我告诉你们，戴什么面具我都可以认得出来你是谁。年度盛典倒计时3、2、1，砰！欢迎大家来到江苏卫视斯柯达蒙面唱将猜猜猜年度盛典。我们还请来了一位超级来宾，就是这台120寸的乐视超级电视。首先我要为大家来宣布一下今天晚上的规则，今晚除了有3组的嘉宾会带来表演唱之外，我们还将有4组的首擂唱将，在每组演唱结束之后会和猜评团进行一轮闯关游戏。如果猜评团胜，将会赢得一位还没有见面的唱将见面的机会。如果猜评团游戏失败，将会跟唱将真实的身份擦肩而过。今晚一共会有4次的攻擂机会，谢谢大家。不要谢，不要谢，送我们斯柯达就好了。OK 的，今天的斯柯达的老板就在，好吧？好啦，老板，老板。明年马上要上市的那一台叫什么？柯迪亚克啊！我知道那个棕熊，棕熊是吧？最大的棕熊，坐上斯柯达一定能到达。嘿，安全抵达，超凡实力实在不简单。今天晚上
是斯柯达蒙面唱将猜猜猜的年度盛典，欢迎大家。本季三位还没有见面的蒙面唱将，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爱嗑瓜子的猫和最后一只恐龙，他们的身份即将在今晚揭晓。同时海外全媒体频道紫荆国际台 Not Jelly 也在同步的播出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需要向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问好，希望他们共享今晚的视听盛宴。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解渴更清嗓，喝惯金嗓子让世界听我的。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组表演嘉宾上场。有请表演嘉宾，我可不是什么幺蛾子。有请表演嘉宾，从酋长到酋长。合唱正式开始。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怎么又爱上的感觉？我闭上眼睛，我受不了这样子。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幻游。你要的爱，不只是阴阳。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收获自由自在。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小孩，举动在你怀里怀，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美哦，而且豪哥，我们可不可以接下来都是走这种路线，纯欣赏就好，不要猜了，真的好不好？大家后面直接见面了啦。我看不下去。对他刚刚都闭着眼睛，我只能闭上眼睛想象他之前那个样子，然后搭配这个声音，然后跟一个男人唱歌。我眼睛一张开一看，两个男生，我就受不了。哎，那个巫启贤因此就疗伤三级。哎，我觉得他们的搭配太棒了。一刚一柔，一文一武，一公一母。我的意思是声音真的是美女与野兽。我特别想讲周深，周深，我觉得你真的不是什么幺蛾子，你是蝴蝶。哎呦，另外一位爱慕者，你唱歌的境界只能用李商隐的诗来形容，双生小梦迷蝴蝶，真的。我希望你的人生可以再找到一只蝴蝶，就可以变成两只蝴蝶。但是我比较想问两位唱将的是哦，今天没有戴面具，你觉得你是更能发挥，还是有所顾忌？说实话，我刚刚在后面还没有上台之前，腿一直在抖，紧张，因为把面具拿掉之后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不要怕，好，李琦。掏出一瓶蓝色经典梦之蓝，喝完一口上来就没事了。有道理。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两位表演嘉宾，在今天我们也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好，感谢两位在这个舞台上面的努力的付出。哇，这真的是很棒的纪念，送给这两位，谢谢，感谢你们。喝冠金嗓子让世界听我的，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二组表演嘉宾登场。有请表演嘉宾，我不是一只小小鸟。啊，吴美玲，啊，漂亮，啊，依然仙气，哇，好女神哦。有请表演嘉宾，哎呦，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九号？金志文的。哇，这个衣服有范儿！哇塞，天哪！合唱正式开始。
组，我觉得金志文扮演的是后羿。后羿在射下九个太阳以后，他的百姓把豹皮剥下来为他披上，然后我们的刘美玲美的就像嫦娥一样。哦，没有，我看的比较现代，就一个女孩子结婚穿了婚纱啊，旁边来了一只苍蝇。你很烦嘞，你。我觉得你们选了一首很难唱的歌，哎，这非常需要有功力。唱到刘美玲那个高音好可怕，就好像。他突然有那个战音出现，他已经到了仙境了。对对，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跟着唱，你就知道有多难。对，所以这两位真的很厉害。太棒了！因为我觉得这今天的安排就是导演特别照顾我，然后给我安排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妹妹。要不是说歌词特别不熟，一直要盯着提词器的话，我一直就会看着你唱完这首歌。哎呦，你老婆恐怕不会答应吧？这段掐了可以不播。美玲呢？其实彩排的时候我没有对唱的经验，导演一直说看对方的表情啊，然后我就是身子转过来，头还在这边，头转过去，眼神还在这边，因为不是在盯词，是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哎呦啊，那我这个比你老练，我好意思。不愧是结过婚的人啊。好，开玩笑啊。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为蒙面唱将加油，接下来让我们送上这两张蒙面唱盘，感谢两位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舞台上的付出，也要谢谢美玲，一听到你的声音啊，就让我们想喝紧嗓子。好，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二位，谢谢，好听，喝冠军嗓子让世界听我的，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三组表演嘉宾上场。有请表演嘉宾圣诞老人不在家的炫路。都会。最当当，最当当。我帮周慧做过好几张专辑，他好棒哦。有请表演嘉宾铁皮人。哎，等一下，克制一下。我帮你生孩子，我帮你生孩子。你老婆在看，不是快要生了吗？我下一胎帮你生。合唱，上电视开始。哇，我也要变瘦。
算不清楚。难解百般愁，尚知我已浓，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纷飞各天涯，但愿他日重逢，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相思偏是，但愿他亦艳红，别后路上。老公今天有来耶。啊，有吗？但我发现了一个世纪大秘密。Ella 的老公其实跟许智安蛮像的。我今天看到他们站上来，我好激动。安仔、国伦、国伦老师是就是有一张专辑，就是他帮我做的。基本上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是华人音乐界独一无二的好声音。国伦老师变年轻了，真的还假的？我以前有这么老吗？我发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唯独这一组有没有面具，他们的演唱魅力是一样的，对，很自在，果然是太棒，沙场老将，天王天后。歌手到最后讲究的是两个字，就是火候。哎，周蕙的声音啊，时而像棉花，时而像一把刀。然后许志安的声音那不得了了，完全像大川大海，包容着这把棉花刀。你们两个真的是老姜，我觉得吴老师的形容真的好棒。但是我觉得周蕙不太能接受人家说他是老姜，不然我觉得你们两个也像成年了好久了。哎，成年比老还要老，好不好？刚刚许志安突然抓起了周蕙的手，这个是安排好的，还是情到深处？还是郑秀文允许的？是，只是握握手而已，不要想到。下一季我们两个要跟他唱，我也要唱。下一季你们两个人跟黄国伦唱，我不要，我才不要嘞。的确是这样，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寒风渐起的季节，一首粤语的经典之作啊，《相思风雨中》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感动和温暖。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一队的表演嘉宾，同时也要送上我们的蒙面唱盘。谢谢 Andy 哥在这个舞台上用他的歌声为我们带来的温暖，让我们记住了你是一个非常超级可爱的铁皮人。同时也要谢谢周蕙姐在舞台上面给我们带来了好久不见的这个感动，您真的犹如天使归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解渴更清嗓，喝罐金嗓子，让世界听我的。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组守擂唱将上场。有请守擂唱将，花粉过敏的花房姑娘。面具，天啊，这衣服怎么那么好看呢？有请守擂唱将降龙十八掌。哎，大张伟，你很忙哎你。合唱正式开始。好俏皮哦。
次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听有这歌好像回到像初中的那会儿。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意志，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啊，全部消失啊啊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啊，已经止。停转动着手指，这幻想美丽的生活何时开始？时光不经意流逝，像刻在耗费的电池，我感到有点失落，无法抑制啊。坚持啊啊啊，全部消失啊啊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全部消失啊。有请我们两位蒙面唱将，荣耀见面。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我觉得你们这组合太妙了，大张伟加杨乃文加起来就是张杨二人组合。张杨二人组合。我觉得大张伟的张杨是外表张杨，但是你内心是含蓄的。但是杨乃文反过来，他的外表含蓄，但是他的内心更含蓄。哎，我觉得很难聊天了。而且我真的觉得啊，只有在蒙面唱将这个舞台可以看到这么经典的一个画面，哎，一个原唱，然后一个翻唱，然后一起合唱这首经典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我也有故事，哎，我当初那时候我们三个人还没入行，三个人，
对 SHE， 然后呢，我们个别的进公司试唱，我就选了《镜子》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来一段，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哦，好听，好听。谁写的呀？怎么这么好听啊？想问一下大老师，看到杨乃文会不会怕怕的，还是会觉得哎？哦，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就感觉香喷喷的，然后。因为那个，首先那个气场，我老觉得吧，就我站一块儿，我有稍微有点，就是感觉气场好像有点那个，就是气场大，对对，然后心里特别感动啊，很有意义。梁文姐，我唱了蛮久的这首歌，而且很爱唱，不过这次也有觉得新的惊喜，这次的新编曲是他起的，是之前我自己也没有做过的，之前没有听过 EDM 在这个舞台上出现，对，很特别。嗯，接下来我们要进正题了啊！好，今天两位呢是作为守擂方，而我们的猜评团马上要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轮的攻擂了，挑战来了。如果猜评团获胜，那么攻擂成功将会赢得我们其中一位还没有见面的唱将见面的机会，并且会揭晓这位唱将他的真实身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三元冰岛式酸奶闯关时刻，三元冰岛式酸奶更多30%蛋白质营养助力，猜评团，你为他们都准备了什么难题？哎，好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叫我比划您猜哦，我可能跟杨乃文老师一块儿，杨乃文老师您不愿意参加对不对？这个游戏，哎，我们想看杨乃文比我们猜，对，就是其实这才是收视点，你明白吧？哎呦喂，哎，但是老师就是不给对不对？就是你演我猜，对，咱们不能说话，让他们猜咱们在比划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乃文加油，来。乃文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咱们这个八个字啊，八个字，嗯，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特别简单，他这个拉一扯一扯黑扯拉扯不对，蓝蓝色的海盗很香菇，哇塞，你瞧人哦 ，OK， 来吧，几个字，五个字，四。黄国伦，黄，喝酒，你帮我犯罪，好，啊，犯罪，哎，乃文很厉害哎，来，咱们俩字儿，两个字，吴启贤，我觉得啊，吴启贤老师俩字儿，退出，哎，退出，第二个字，呆萌，这个是呆萌吗？智障，弱智，哎，怎么又变成骂我了？哎呀。为什么我给别人比划，别人都在一直在骂我？吴启贤老师，吴启贤老师，时间到。什么？答案告诉我们。啊！哦 ，the song 太傻。下一个，几个字？我嗨。我跳。我跳。七个字。我。就这个字倍儿爽。睡什么睡？起来嗨！什么？睡什么睡？起来什么什么？再说，我啊，什么东西？观众朋友，快点！我就是超自嗨。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神经病。Human， 时间到。什么？答案告诉我们。人间精品，起来嗨啊！来。哎呦，那跟我没有关系啊。他就是人间精品。啊，大老师。对，你跟乃文姐俩人商量一下，你觉得猜评团他们这关玩得怎么样？算是通过吗？拜托给我们通过。没有通过。尊重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朋友们，好吧。那么在我们第一轮的这个闯关当中，我们的猜评团没有通过。那接下来呢，一共只有三次机会了，三次也就必须连中才能够把三位蒙面唱将他们的身份全部揭晓。好，接下来又要送上我们这季的蒙面唱盘，感谢两位蒙面唱将。我们要谢谢大张伟为我们各位带来的快乐，同时也要谢谢杨乃文给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感受到了如此好听的声音。谢谢两位，何冠金嗓子让世界听我的。有请第二组的守擂唱将上场。有请守擂唱将，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钻石女士。耶！哇，好美啊！
有请首擂唱将白冷静。合唱正式开始。江苏卫视大型神秘音乐秀斯柯达蒙面唱将猜猜猜年度盛典，蒙面唱将猜猜猜由实在不简单的斯柯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传承百年的布拉格设计之美，斯柯达带你唱响不简单的一路，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本节目由解渴更清嗓的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特别播出，参与屏幕下方最新的活动，天天有机会来领取我们的清嗓礼包，雾霾天就喝金嗓子，解渴更清嗓。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海澜之家时尚大衣系列全新上市。本节目由蓝色经典梦之蓝全程互动支持，打开微信摇一摇猜蒙面唱将赢梦之蓝好礼，中国梦，梦之蓝，为了梦想。天使之境美味奇缘，喝三元冰岛式酸奶，听纯净天籁之音，三元冰岛式酸奶更多30%蛋白质，更多营养新惊喜，全面助力唱将之战。即刻开始打开支付宝电视红包领乐视商城超级好礼，登录网络独播平台乐视视频 APP 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以及更多的精彩花絮，登录新浪微博搜索蒙面唱将猜猜猜节目关键词，进入微博互动专区实时竞猜唱将真实身份，下载有太多的网易新闻客户端参与蒙面竞猜互动，你想看的直播通通都在这里，登录网易邮箱大师参与歌手互动投票以及猜评环节赢惊喜的门票。合唱正式开始。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能要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再太笨拙，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开启，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我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记忆真心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我。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我给你自由，
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我给你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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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如果有就让你自由，如果有就让你自由。天哪，怎么会是你？怎么可能？掌声欢迎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钻石女士。大家好。同时还要让我们欢迎上一集的唱将白棱镜先生。你们要猜吗？不用猜啊，你就是李先生啊。李克勤。第一届我在。我知道呢，我跟你打了20年保龄球，你都认不我出来了。我跟你讲，我为了给你面子，我第一集我装傻没猜出你来，结果被香港的报纸把我骂得跟个白痴一样。可是我有别的想法，他有可能是山寨的李克勤。喂，我觉得今天他被沈南附身了，因为沈南没来，你就开始给我挖坑。告诉你，你就是李克勤，就是你，就是你。有请白棱镜揭下他的面具，实力上将实在不简单。欢迎克勤大哥啊！大家好，大家好。其实我觉得刚刚在听那个温柔啊，他这个版本非常的特别，所以当男女对唱的时候，他也有 key 的那个问题。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把那个 key 掌握得很好。然后因为陈琳给人家的感觉都是高音很清亮的部分，没想到你的低音的音域也可以掌握得非常的好，真的是唱功了得，实在不简单。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是才子佳人组合，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两位唱歌非常炉火纯青，刚刚谁唱主音的时候和声的人自动就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级很纯熟非常厉害的和声。这一季有没有一直在观看我们的节目？有啊，我觉得赛制有一点不一样，是我觉得非常好玩，所以我有留意这个节目啊。有很多人是你自己也根本猜不出来的嘛。啊，对对对，真的，我跟吴启贤其实水平差不多。对啊，今天也带了一个才艺过来。啊，真的？对啊，对啊，我这个才艺其实练了很久。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有一个100块钱？哇塞！美女。哇塞！哦 ，OK， 上 OK， 哇！不会直接跑了是吧？就。哇。100块钱，哇！100块，100块。先要这样，这个不能错啊。OK， 啊，一折，还有 OK， 然后三折之后放兜里， okay, 再来一个啊。OK， 是100块啊，哎，是100块啊 ，OK， 100块 ，OK，
喂，哦哦，来哪一只？哪一只？刚才那个美女在哪里？美女，拿一遍，几遍？确定？你们觉得呢？有可能在右边哦，其实是在美女的兜里。喂，哎，现在就到这一边了。哦，从这边到了这一边。啊 ，OK。我们要看另外一边出来。哎，这暂时不能打开。好有脾气哦。哎，哎，又回去了。现在又回到这边了。啊！哇塞，哇，好无聊的。演艺界多好混啊！哇，哎呦，哇，真的我练了很久。哇塞，他真的有准时收看我们节目哎。对，我觉得这个舞台有魅力哎，因为所有的艺人来表演才艺的时候，个个都不要脸到一种极致。我觉得我真的还蛮要脸的，我算是很有诚心的吧，我耍枪哎。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面进入到我们的三元冰岛式酸奶闯关时刻，三元冰岛式酸奶更多30%蛋白质，营养助力猜评团。好，今天晚上啊，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其实呢是要作为我们的守擂方的，要给我们猜评团来出题。对，请问克勤大哥决定给他们出一道什么样的难题？因为程琳其实他的广东话也很标准，所以我们就出了一条就是跟广东话有关系的绕口令。哇塞，我觉得应该比刚刚大张伟比手画脚会简单一点，起码不会挨骂啊！来来来，开始。邮差叔叔送信，纯属迅速送出。您这跟烫着了似的，然后出。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邮差叔叔送信，纯属迅速送出。邮差叔叔迅速的将信送出，没有，差一点。邮差伯伯，对，是错的。没有伯伯，邮差叔叔送信，顺送。哎，不是，他就模仿的是一个那个广东结巴。啊，我知道，邮差叔叔，哎，不要指我，我不是邮差。邮差叔叔送信，纯熟，迅速送出，送出，对。哇，这个也太难了！好，过关！祝贺我们的猜评团的每一位成员。好，同时呢，也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张珍贵的蒙面唱盘送到我们的舞台之上。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为蒙面唱将加油！谢谢程琳在蒙面唱将赛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蜕变，也谢谢我们的克勤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经典。乐视超级电视，真正的生态电视，感谢两位的超级返场，谢谢。哎，克勤老师，要不要来猜评团啊？跟我们玩会儿。邮差叔叔来，出来要来。哎呦，太好聊天了，哇塞！让我们祝贺我们的猜评团公位成功一次。那么我们将会邀请本季当中的一位蒙面唱将登台揭晓结果。下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斯科达蒙面唱将不简单的你，何冠金嗓子让世界听嗑瓜子的猫的。有请蒙面唱将嗑着瓜子的猫。哎呦，今天的衣服不一样了。哇哇，这个算是本色出演了吧。好霸气的
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篝火，或是振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多少次荣耀，却感觉屈辱；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细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谁知道我就是他的本色的衣服。哎，我们听说一个消息，就是大家其实已经猜出他，然后被观众保送过关了，有这回事吗？对，他就是每次唱腔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犹豫。我们可不可以请他再示范一下，愿让这个两位老师也听看？对，我们听一看好不好？对呀。你还想怎么样？吴莫愁啊，我快抓狂。对啊，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吴莫愁，那个时候我们还猜过苏芮、田震、吴莫愁，就没想到后来这样有点打扰到吴莫愁本人了，好像他自己微博好像有点在不生其扰吗？对，悟空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唱的？悟空来。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他那个喉音的共鸣，其实这一段是有一点王菲的 feel。那各位再来一首，再来一首最长的电影好不好？就是比较摇滚那种感觉，沙哑的，嗯。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哇，太厉害了，好多唱腔。瓜子猫的声音真的很多变，可是哦，
萨顶顶老师，你们印象中的他是很仙气的、很仙女的、很端庄的，然后很空灵的。但是他的表演，你们记得吗？他喊麦哎，他还唱《五环之歌》哎，这些都是小女孩在做的事情哎。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新的。哎呦，新的！来来来，比喊麦还厉害的吗？我的这个小才艺呢，确实挺难的。两分钟之内可以把一个大西瓜吃完。怎么可能啊？我可不可以了解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才艺呢？生活所迫。哎，我来帮你切了。啊！哎呀！哇塞！挂挂，你这很慢，挂挂。哎，我知道他是谁了。谁啊？吃瓜群众。大姐，你又来了。好，两分钟内要吃完。原来再给我两分钟那首歌的意思是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西瓜都吃完。有没有各位来？现在计时开始。OK, go。哎呦，天哪！这样优雅的吃，真的最好是两分钟吃得完。这个有点，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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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吃瓜群众，神经病吗？我真的都不知道给我留一块。我跟你讲，我对这些才艺啊，用六个字来形容我的心情。嗯，哀莫大于心死。好，来，猜评团的每位成员给出一个准确的名字。我现在很放心的说这句了，你要不是萨顶顶，我退出歌坛。好的。超级超级最超级的乐视超级手机已经邀请我们的猜评团的每一位成员给出了爱嗑瓜子的猫他的准确范围人选，你就是歌手萨顶顶。现在让我们有请爱嗑瓜子的猫转身去往街面区。耶耶，这套衣服好好看，气场很够。实力上将实在不简单，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请揭晓爱嗑瓜子的猫，它的真实身份就是萨顶顶，萨顶顶。我其实是在去年，然后就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去参加了《蒙面歌王》？去年的时候，他们看到谁会觉得是你啊？看到谭维维。OK， 有一点像。今年剧组有来找我，我其实很开心。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要完全的丢掉所有属于萨顶顶的标签。一开始我真的有点紧张。但是后来我突然觉得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曾经音乐上的成长，音乐上的尝试，那一切的一切，难道真的就让它变成日记永远放在箱子底下吗？啊，讲得真好。我觉得越有成就的歌手，像你啊，像克勤兄，你们到了一个程度都有包袱，但是蒙面可以让你们甩开这个包袱。是的，老师。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萨顶顶吗？还是你要用瓜子猫再出道一次？我觉得天上有萨顶顶吧，地上有瓜子猫。哦，好，他们可以一起进行。对，谢谢萨顶顶。接下来我们要把在这个舞台上面的非常珍贵的这个纪念品，就是我们的蒙面唱盘拿上来。感谢爱嗑瓜子的猫萨顶顶，谢谢。掌声欢送萨顶顶，谢谢。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解渴更金嗓，喝惯金嗓子让世界听我的。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三组首擂唱将登场。有请首擂唱将，哈哈一笑很倾城。
着双腿不给人活，又来的，好可爱。有请手擂唱将，帮我消除黑眼圈。林宥嘉，合唱正式开始。两位站近一点，站近一点，站近一点，太近了。的歌啊，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资源，也没有事情好消遣，
不如永远跟你好了的快乐，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超级棒！不是地球人，好好听哦。我觉得其实林宥嘉的魅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新世代的魔幻高手。嗯，本来我们认为江湖上只有他能唱他自己的歌，但是他一笑很可怕，超强。他到哪一个歌里面，他可以变成那个歌应该有的气味，因为你知道歌是有时代性的，这么00后的歌声。他可以跟他这样密合，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啊。哎，我也想点评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唱歌水乳交融。哎呦，一个是水，那另外一个就是乳咯。郁可唯就像清澈的气泡水，可是充满了劲儿；宥嘉就像乳，就是牛奶，丝滑一样的感受。哎呦，真的很会点评啊。国伦老师，你就直接说，就像三元冰岛是酸奶就好了。就像三元冰岛是酸奶。好的，哈哈一笑很倾城。我们先揭下你的面具，好不好？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洁面。哎，漂亮了，腿又那么漂亮。嗯。网上大家说，其实前两期《佛跳》里面不是我。啊，所以我唱几句我第一期的那个用心良苦。好。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是本人。心越了，爱稀了，剩下空虚要不要？太像到柯以敏的声音了。对，第二期站在高岗上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用真音唱歌。嗯，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浪子刚生的很红妆。就是他，玉良是他啦。我们也还没听够啊。对啊，好，再一次。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的生活是多么热爱。哇，好厉害哦！应该是说，我觉得郁可唯因为非常会模仿，所以他可以藏得很深。对，特别有这种能力的人，你越难猜到他是谁。谢谢。但是我们要回到重点。你们两个要出哪一题？ 对不对？我们要闯关呐、啊！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为蒙面唱将加油。好，进出题。那我先出吧。好，你出。请问大张伟老师，我的熊猫在哪呢？他的熊猫去哪了？我提示，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哦，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穿那个大衣的原因，对不对？对。一打开。对，好聪明。肚脐眼儿。我的熊猫。居然被猜中了。就在这里。这么小。天气变冷了，大张伟老师猜中了，太厉害了，糟糕。哎，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困呐。哎，对，那我要问一下啊，那这难道这一关就算过了吗？没有，可还有一题。啊、哦，也是出给大张伟老师的。你要让大张伟要跟你一起来模仿。对啊。我也要模仿，我要模仿林宥嘉耶、啊！如果他像的话，就他赢哈。好，来一下哦。来，可以了，加油，帮我们出口气。我没有学完，我何必学完？像不像？像。我还模仿杨宗纬。我可以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萧敬腾。别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对你有好奇。嘿，哇！哇！赢了！屁
了，拼了，拼了！你知道，你每一次，我们都好担心啊！直接孩子掉下来，忍住一下。大家不用担心，那个是七八个月就不能做那个动作，但我现在四个月 OK。OK， 小心小心。觉得像吗？你们觉得像吗？像啊，像好不好？不然我觉得应该让原唱唱一下，看 AR 姐模仿的像不像。好啊，你来。哎，他现在要拆我的台呀！好啊，好啊，好啊。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他的屁股干嘛一直摇啊？你知道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好像，糟了，好像很像，怎么办呢？真的很像。那我们只好输了。他们赢了，对，他们赢了。你那一段很像林宥嘉模仿 Ella 在模仿林宥嘉。啊，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啊！让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同时呢，送上我们的蒙面唱盘，有请。耶、yeah! ，很棒的纪念，猜评团也要啦，我也要一个。感谢郁可唯为我们这个舞台上带来的百变，同时也要感谢林宥嘉的回归，因为宥嘉真的让我们等待太长的时间了。对呀、啊，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耶、yeah!。让我们恭喜猜评团胜出！下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四个大蒙面唱将不简单的你》，喝冠金嗓子，让世界听最后一只恐龙的他来啦！有请蒙面唱将，最后一只恐龙。
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哦嚯！哦哦哦！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男人味十足，恭喜大家拿到了这样一次机会啊！对啊，一定要猜出来了啦！我一听他唱歌就有点听那种三当兵的人，就那种感觉。对他那个声音的浑厚感。对，其实我还真的对这位歌手没有什么太直观的到底是谁是谁，但是他有一个很强很强的声带机能。嗯，我觉得他的功夫深了去了。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啦，因为他已经来了三期，我们希望能够借由所有的线索把他揪出来。OK， 他上过春晚，对，然后呢跟奥运有关，然后呢他是一名企业家，企业家，然后他常常被尊称为老师，对，他的声音的唱歌方式受过专业训练，是那种声乐级的那一种。可是我对于恐龙还是没有什么头绪哎。哎，艾拉，你就每个问题挨个问他呗。好啊，恐龙大哥。请你现在发誓，摸着良心说，我接下来会诚实回答问题。我可以不说谎，但是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回答你。好好的，第一题，请问你是青歌赛的冠军吗？来了啊！很多人都有过青歌赛的冠军呢。你得过吗？有过，得过。好，我来问，你是第几届的冠军？你不能这样子直接啊，因为我听他的唱腔哦，应该很适合唱电视剧的主题曲。你是不是唱过很多电视剧主题曲？是的。哎，他今天很大方哎，超级大方哎，100多部。100多部，哎，那不韩磊吗？哇，那我再问一题，最后一题啊，既然你是个企业家，请问你是不是做过房产？我在一家网络公司任职。啊，好，各位提问到这里啊。我听说你今天还有一个小才艺，何必呢啊？才艺的话，我对数字比较敏感啊。三位数字与三位数字相乘的过程之中，你们可以用计算器，我可以用口算。这个蛮强的，只能是乘法对吗？加法、减法、乘法、除法。但是乘法可能会难一点吧。好，我就不相信我算不过你。咱们由浅入深，先来一个250乘以38等于多少？9500。对了，答对。哎，我来一题好不好？好。1111乘以1111。哎，这个难了啊。1,230,000。我去，好厉害！真的吗？4321。厉害！咱们现在就差除法了，谁出一除法 ？OK， 好，1111除以1111等于多少？零啊，这个怎么容易？一呀、啊，什么是零啊？一呀、啊，一孕傻三年。来，我给你一个、啊，来一题最难的。5678乘8765。哦，太难了吧？76,670,670,670,70,70,应该70。好厉害！你明天跟我去录最强大脑好了。对啊，曾经也让我去过。哇，好厉害啊！欧旭还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决定使用
乐视超级锦囊的话，我们同时还会有一条锦囊发送到你们的乐视超级手机之上，最终帮你们圈定范围。好诶好诶，快点，我们收到的锦囊是照片一张。这是什么照片？哦，哎呦哎，里面都是咖哎，陈慧琳、王力宏、韩喜的老师、小 V 小 V，、帮我们查一下。就找那张照片边上那个恐龙是谁？关键词：王力宏、陈慧琳、韩雪，搜索中，有结果啦！哦，这么快！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王力宏、陈慧琳、韩雪、施鹏共同演唱。北京，我爱北京。哦，果然就是老师嘛，老师嘛。你们觉得如果是他的话，算数的能力会这么好吗？很难说。超级超级最超级的乐视超级手机已经邀请我们的猜评团的每一位成员给出最后一只恐龙，它的名字。好，我们给出的名字就是施鹏。你们要慎重，因为如果猜错的话，我就要到第三期才能见面了。我希望如果你们猜的话，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宫崎贤大哥拍的胸脯奖，如果我猜错，我退出整个娱乐圈。喂，那个老吴啊，跟他赌，有条件。如果我猜错的话，你这个面具戴到明年不要拿下来。关键他是个企业家，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就这样去啊。赌一把，赌不赌？赌一把，施鹏。好，既然我们的猜评团已经给出了最终的名单是施鹏，现在让我们有请最后一只恐龙去往街面区。谢谢吧你，我们第三季见。第三季见。拜拜。如果他是施鹏的话，大屏升起，他将会揭下他的面具。耶，掌声挥手。耶，实力上将实在不简单，全场的朋友们跟我们共同的倒数5秒，5 4 3 2 1，请揭晓最后一只恐龙，它的身份就是施鹏。耶，哇，好年轻哦。以为他会更加成熟，叫老艺术家，他根本就是一个小鲜肉，而且还会神算。你为什么这么会算数啊？为什么？其实，在蒙面唱将的舞台上，想去算好数，还要选择一个好的导演。哦，有耳机，我们被坑了。戴面具有这好处哎。我第一次戴上面具去唱歌的时候，觉得很不习惯。你有没有接啊？因为我看你那个面具很大，你会直接喊挡住吗？你每次都要一直钻进去，然后都要把麦克风吃到那个头套里。我的里面的空间会有一种声音全部都被吸住了，总会碰到，只能用手来把着。因为之前一直参加过很多年的春晚，然后也很多的晚会啊，电视剧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可能一直在走那种另外一条路线吧。今天其实又兴奋又激动，同时非常的失落，不知道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四期蒙面唱将是我人生之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像施鹏来到蒙面唱将的舞台，他能够做到每一首歌曲都能够一曲入魂，让我们入耳入心，那是因为他的身体里面一直都藏着一个歌手魂。为了让他永远记住在这个舞台上发生的每一点一滴的瞬间，我们要送上蒙面唱盘。谢谢，好，谢谢施鹏，再见，谢谢。横跨您嗓子让世界听我的，让我们有请本季节目最后一组首擂唱将上场。有请首擂唱将猫黛丽赫本。天哪，赫本又来了，哇，天哪，好美哦。有请首擂唱将，就是不能告诉你。
勒面具。哎呦，这个造型有一点恐怖。对，这个棒。合唱正式开始。
掌声送给我们的蒙面唱将毛黛丽赫本，还有新晋加入了一位蒙面唱将铁血战士。哎，我来点评一下，谢谢两位唱我的歌，谢谢你。哇塞，说板睡来了，这是，这首歌真的写得太好。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毛黛丽赫本，现在先揭下她美丽的面具，让我们看看美丽的脸庞。哇，美女现身了，美美哒。接下来铁血战士跟大家打个招呼。新同学嘛，铁血战士，请问一下你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然后戴上这个面具，意义是什么？因为铁血战士象征着力量，象征着勇敢坚韧，我喜欢这种性格，所以我选择了铁血战士。铁血战士在揭面的时候，各位如果有看电影，他首先那个面具会冒烟，然后他会出现一个非常丑陋的脸。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帅哥吧。小薇你好。你好。哎，他是唯一一个想来先跟他打招呼。对呀、啊。对，我是2046的蒙面唱将，也是蒙面歌王。那请问猜评团还有谁在？绝对没有黄国伦。我在。接下来我们这局有意思的来了，竟然还有新人新面孔。只有闯过这一关，我们才可以见到下一位在本季还没有揭面的那位蒙面唱将。所以这一关的宗旨是要猜出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们就答对吗？对。哎，可是就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套路，之前满江不是一直说要来，会不会是他？哦，因为这个戴军老师来就是满江一直打钱给他帮他做广告。对，所以满江老师是不是应该来一下？可是我觉得满江的声音不是这样，因为满江的声音还要再柔一点，他的声音其实有一种沧桑的感觉，不是他。打断一下说两句话可以吗？就是一直以来在这个节目当中亮相的小才艺们都被那个大张伟老师说退下，然后我就特别想今天请一位我的好朋友来夺一个小才艺冠军。哦，原来这是海星你专门邀请过来的。是的。嗯，因为我觉得那些才艺都很 low。 我觉得你有间接在骂李克勤。哎，敢这样骂你的人应该辈分不小吧。哎，这样好不好？各位，他既然一直都说我们的小才艺非常的垮啊，要不然他自己来一个。好，才艺是什么最不垮的才艺？你是不是单手劈茶几是吗？不是吧。在上一届蒙面歌王的时候，有一个叫流浪者的歌手。流浪者沙宝亮啊。对，沙宝亮他好像做了一个像瑜伽一样的很高难的动作，当时把你们都骗了。哎，是有印象。所以我来挑战他吧，因为我觉得他会的我都会，他不会的我会，他不会，这也算是个绕口令啊。好，因为我是未来战士，是，所以我需要飞起来。啊！你们想看吗？想看你怎么垮掉。这个大师活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哎，如果要是这个小才艺成功的话，我们将会马上制作道具颁发给你，本季最强小才艺奖。他飞起来啊！哎，锻炼半天，到时候骨折了。哎呀！哇塞！我明白了，真正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底下那个桌子是 P 掉的，对不对？还是他感觉自个儿都飞起来了啊？好，那我们请小 V 来搜索喜欢健身的男歌手。关键词：爱健身的男歌手，谢霆锋，周杰伦，李健，刘畊宏。沙宝亮，汪峰，王力宏，吴奇隆，李治廷。你不觉得他搞不好是沙宝亮吗？我觉得他刚刚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我们是上一届一起参加比赛嘛，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高。沙宝亮，我知道他自从当了流浪者以后，他后来的演唱会啊，他都戴着那个面具，那个面具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他跟流浪者是分不开，他不会轻易的去换他的面具，所以不可能换面具，对，不可能换面具，有道理耶。那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不要问你那么直接尖锐的，请问你姓沙吗？我的名字里边有三点水。汪涵老师来了，对不对？来，我们的菜评团抓紧时间，马上来进行合议。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沙宝亮，第二个是满江，好了，试试看。好，现在尘埃落定，如果他被大家猜中的话，那么我们将可以召唤出下一位蒙面唱将。让我们有请铁血战士转身接下你的面具。下面进入三元冰岛式酸奶闯关时刻，三元冰岛式酸奶更多30%蛋白质营养助力，菜品团实力上将实在不简单，有请铁血战士接下你的面具。哦，我是啦，是沙宝亮吗？耶、一开口就知道是他回来了。欢迎宝哥。 Hello 大家好。哇，哎呦，哎，我发现你的每一个面具都好帅啊。其实流浪者跟铁血战士非常的相像，他一直在时空当中流浪，所以流浪到了2046。谢谢宝哥啊，今天再次来到了我们的蒙面唱将猜猜猜。谢谢宝哥。重回这个舞台啊，感觉怎么样？在去年的时候，这个舞台成就了一个流浪者，所以我对这个舞台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怀念，此时此刻站在这里非常的温暖。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蒙面唱盘。好，那么在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海星重新来到我们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宝哥再次回到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延续，乐视超级电视真正的生态电视。感谢两位的超级返场，谢谢。在这里我们也要祝贺猜评团这一局闯关成功。下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四个大蒙面唱将不简单的你，何冠金嗓子让世界听，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了。有请蒙面唱将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哇，你看这个呼声，哇塞，哇，这太漂亮了啦，这才是白发魔女嘛，酷毙了。苍茫大地一片荒山。
线徘徊，牧人在草原上游荡，太阳它一来又一去，万物它生长又消失。啊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尖耳朵阿凡达妹妹，谢谢，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乐手老师，谢谢每一位。哎，老师刚才那几个拉琴的时候啪啪倍儿齐，那个气质特别好看。对啊，我真的下巴掉下来了。哎，我想站起来表达我对阿凡达妹妹的赞美，真的会肃然起敬。哎，容我再借用唐诗来赞美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哇，其实我们蒙面唱将这个节目跟流行歌手的本质是抵触的，因为流行歌手就是用辨识度跟个性来立足的，可是蒙面唱将往往要掩饰这些特点，不让别人猜出来他是谁。可是阿凡达他从头到尾的唱了很多种不同的歌曲，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我今天我总结，阿凡达一定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唱流行歌曲的流行歌手，他应该是学院派的。对，而且呢，其实节目一播出以后，在微博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私信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学院派里面的谭晶。我觉得学院派可以像晶姐那样唱歌的挺多的。他不是谭晶吗？还是在演哦，哎，但是因为他第一次出来还带了一把弓箭，对，他一出来有一个射箭的动作，对，对，结果谭晶就他自己的微博有一张这样的照片，那后来呢就删掉了，所以他欲盖弥彰，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其实我跟谭晶挺熟的哈，那当时呢确实有很多人骚扰他，他说给他这个微博下面留言啊什么的。后来我说你要不回复一下，他说不，这事儿不能回复，越回复就越成真的了。这个，那请问你跟谭晶多熟？有熟到像照镜子那么熟吗？好朋友，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哦，好朋友。你能不能举出除了谭晶谁还能唱成这样？其实我觉得像第一季有来过那个谭维维啊。哦，谭维维，我们熟悉的青歌赛的金奖的林婷姐姐。OK， 林婷。啊，还有像朱桦。哦。还有我们蒙古族的歌手，德金塔纳。那我问你，那如果你跟谭晶比较的话，你觉得你跟谭晶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他比我大。哪里比你大？年龄比我大。啊，因为小 V 说过，阿凡达已经超出他的范围。但是因为他出现之后，很多网友有很多的猜测，我们请小 V 归纳一下好不好？关键词：阿凡达妹妹，清新飘逸似王妃，厚重沉稳
像那英，学院做派很丁威，流行派头如陈明，高亢近乎李佳薇，细腻好比彭佳慧，婉转豪放张靓颖，沙哑倔强张惠妹，若是谭晶喜重现，毕竟江湖难再见。哇，小 V 作诗啦、哎！小 V 你下一季可以留下来。哎，我觉得他讲了八个女生都超级厉害。然后他有这八个女生的优点，他是天龙八部吗？好厉害哦！好，各位，超级超级最超级的乐视超级手机，提醒我们的采评团，现在我们即将要到达揭晓结果的时刻了，有请你们给出我们尖耳朵阿凡达妹妹她本尊的名字。两个字，谭晶。明确了，您的真实身份就是谭晶。那现在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请去往街面方便。大屏降下，实力上将实在不简单。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倒数五秒。五三请揭晓，现身吧！天使之音纯净归来，三元冰岛式酸奶，更多30%蛋白质，全面助力唱将之战。同时呢，本节目的全程互动支持蓝色经典梦之蓝，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歌手演唱的过程当中，打开微信摇一摇，参与我们的实时竞猜，选择或者填入你们所认为的真实的唱将的姓名。如果你们猜测的答案跟猜评团的意见和唱将揭面时完全相符的话，各位将会有机会赢得梦之蓝好礼。中国梦，梦之蓝，为了梦想。本季最大的悬念，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她本尊就是谭晶，猜对了，太美了！你看看你，到了迷的七荤八素的。大家好，我是谭晶。本节目由蓝色经典梦之蓝全程互动支持，打开微信摇一摇，猜蒙面唱将，赢梦之蓝好礼。中国梦，梦之蓝，为了梦想。斯柯达蒙面唱将，猜猜猜，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蒙面唱将猜猜猜由实在不简单的斯柯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传承百年的布拉格设计之美，斯柯达带你唱响不简单的一路，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本节目由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特约播出，参与屏幕下方最新活动，天天有机会领取清嗓礼包，雾霾天就喝金嗓子解渴更清嗓，即刻打开支付宝电视红包领乐视商城超级好礼。蒙面唱将猜猜猜机器人小V由华帝特别提供，华帝高端智能厨电，智慧家更爱家，更多精彩歌曲下载请登录蒙面唱将猜猜猜独家音乐合作平台酷狗音乐和酷我音乐。啊，终于见面了，但是我现在还顶着这20多斤的头发呢。这么沉啊！20多斤啊！对，为什么这么隆重？其实也是想配合这首带有原生态色彩的世界音乐的歌曲，我在这个舞台上唱了各种各样的曲风，而最后一场呢，我想尝试把流行、原生态、摇滚、世界音乐等等融合在一起，在这一首歌里，很完美。这些，对，其实我们最确定，谭晶就是今天这首歌曲。你唱完这首歌，用四个字来形容，露出原形。可能我是第一届的，蒙面出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流行歌手，流行歌手，对，所以其实比较好猜。这次就像谭晶这样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唱法，所以就很难猜出来。其实在这个舞台我很喜欢大家叫我阿凡达妹妹，
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受宠爱的感觉，常常被叫老师叫姐，对不对？其实大家都说我不可能会来到这样的舞台，嗯，一开始也确实还是有一点点纠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吧，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唱了很多以前我在电视上，不会去唱的歌曲，而且又一次次的把大家往沟里带，我对自己还挺满意的。你喜欢的是把我们往沟里带，对不对？没有，以前的我，我觉得可能离观众，稍微遥远了一点感觉。没想到戴上这个面具以后，起了这样的一个化学效应哈，我能把它带走吧？可以，可以，你不用请求，所有的人都带回去。我们做主了，谢谢你。斯柯达蒙面唱将猜猜猜，精彩稍后继续。蒙面唱将猜猜猜由实在不简单的斯柯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传承百年的布拉格设计之美，斯柯达带你唱响不简单的一路，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海澜之家时尚大衣系列全新上市，即刻打开支付宝电视红包领乐视商城超级好礼，看蒙面唱将猜猜猜，下人气 APP 就上6亿人都爱用的百度手机助手。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我们也送上我们的心意，蒙面唱，它记录了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谭晶所留下的每一个给我们带来印象深刻的瞬间，请大家永远记住，他是谭晶，同时他也是蒙面唱将舞台上的阿凡达妹妹。谢谢，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谭晶，谢谢，完美的演出，谢谢。